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，我是赖瑞玲。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心有关于吃的问题。在台湾塑化剂的风暴啊，似乎让大家还是非常的忧心，因为随着一波波被污染的食物名单不断的公布，大家也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吃进了很多的添加物呢。其实啊，专家也不断的提醒我们，大家戒慎虔诚，更要是能够自己烹调的还有自己家里煮过的水才是最安全的。除了在台湾有吃的这种心理的忧郁啊，或者是紧张之外，另外在欧洲，因为大肠杆菌的问题，目前已经确定有10个国家的食物已经遭受了感染，特别是像黄瓜、生菜这一类的食品。因此许多的国家目前呢都已经拉出了警报，希望大家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选过食材，而且要注意呢这个食物的来源是从什么样的地方。而世界卫生组织啊，也已经确定了这一次的大肠杆菌是属于一种超毒的病菌。由于啊，它是一种新品种的病毒，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来做治疗，因此邀请大家多多洗手，不要喝不干净以及来路不明的水。说到了吃，其实啊，民以食为天，这几天上面也不断叮咛我们，既然要吃得安心，其实还是要时时戒慎。如果我们不要贪着在美味，也不要贪着在什么样的咸啊、辣啦、啊，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添加来感觉自己的口腹之欲，吃得简单，人才能健康。上次在今天的志工早会啊，再次的叮咛大家，味觉的执着是不可取的，也用佛典的故事来叮咛我们要放下身段，放下这种贪欲执着，才能够回归清净。我们再来聆听这一段上的开示。我们人啊很聪明啊，那不断的用科学化学科技不断的去改变啊等等哦。那现在呢这一波啊在医学界的也提起了，像这样的杆菌这样的病菌啊是新品种，而且呢很特殊的新品种，假如发病啊没有药可以去治疗它，唯有呢人人啊提高警觉，饮食啊要多注意，同时呢多喝干净的白开水。所以常常都跟大家说，什么样的水最健康，就是清净的水，还要呢在家里呢把它安尼煮好滚吼，那让它呢烧开了灭菌呐、啊，带出去的，这样喝起来就是安全多了吼。所以多喝水啦，不要喝太多的饮料吼。其实啊，我们凡夫啊，都是陷入了啊味浊，味就是味道吼，味啦。的执着啊，人啊总是吃的呢，真是真正的是人，民以食为天，都是家常重要啦。那吃的呢，不只是说吸收维持营养，不只是这样啊，还要呢贪着味觉吼，味觉。哦，咱的感觉吼、哦、啊，我爱虾咩？它就是呢，吃的很辣，那我要咸一点，口味重一点，它就要吃的很咸。在医疗医师们不也都常常跟大家说，吃淡一点啊、哦，轻一点，清淡呢？那而且呢，不要吃的太饱。那备分罢都可以了哈，这都是健康之道啊。可是我们人呐、啊，凡夫啊，都已经陷入了味哈、味啦，迄、那个敏感哈的陷阱里去。佛陀时代也有这一段的故事啊，
就是佛陀在米西罗果的这个婆罗园里面啊，那有一天来了一位呢很年轻，而且呢看来就是那样的庄严相啊，他来到佛陀的面前向佛陀顶礼呀、膜拜呀，非常非常的虔诚。大家看到他呢就好像一位很修行者，可是佛陀一看呐、就微笑的跟大家说，他呢来到佛陀的面前呐、求佛陀能皈依，而且呢能走入了僧团的生活。佛陀看到呢真的很开心啊，就让所有的弟子们呐、佛陀就说这位善生这个长者主啊，他那样的看得开放得下，那样的智慧呢能有这样虔诚的心来修行，这就是放得下，而且呢那样的清净无染的心他放下了，就是呢就是走入了这修行的团体来。所以佛陀呢很赞叹呐、他就说身性佳华慧归无常，这位长者子他就是清醒吼、那有家庭的法啦，有了家庭的法吼、那总是呢再怎么亲啊怎么爱呀、吼、或者是家产再多啊名位再高啊，总归呢还是会有磨灭掉的时刻，而且呢有家累啊那样的牵挂啦、烦恼更多啊，所以呢他就是了解到这样的无常，他要出家，求出家，也走入了僧团里的生活，所以呢来学到尽知烦恼。这是佛陀呢对这一位善生长者主、他愿意来出家，是一个很好的人的子、是一位蒙族啊，他能舍得下，所以佛陀呢很欢喜。所以凡夫啊就是迷着在这个生活中、而且呢吃的啊总是那样的讲究味觉等等、那这都是在迷住在生活的一切有形的享受。觉悟者呢不是，他就要把它放开了啦，甘愿呢走入了修行团体呢来过了那一份清淡生活、这实在是圣人跟凡夫呢就是跟他差的家那点、这是、我们真的也要很赞叹、身心健康其实还是一切唯心造的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非常的清净，不需要这种食物或者是感官的刺激，不仅是身心健康，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寻得人生的方向。而每一件事物或者是其实世间的考验，都无非是要让我们锻炼自己的内心。而时间不断的流逝，时间的每一刻也在叮咛着我们，历史上的过去以及现在更要能够深深的汲取。像是在2005年的今天，也就是6月4号，我们最敬爱的应顺导师师公在今天早上安详舍报了。上人在当时，他从在精舍听到这一刻的消息，一直到最后到了导师的身边，点点滴滴回想起来，5年前的今天仿佛就像昨日一样。
亲爱的导师，其实他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智慧的力量，更是在百年间如同一盏智慧明灯，照亮了佛法中的浩瀚大海。导师的智慧就如同现在不断代代传承，透过慈济人例行在每一个生活中，而这种法脉相传，在今天早上志工早会上，上人也重述了这一段过去的过往。不过在上人的心里以及在慈济人的心里，对于找导师的那份追思是永远都不会离去的。我们就来恭敬的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始。其实今天的历史呢，刚好啊，也是6年前哦，应该是2005年的6月4号这一天，已经是6年了。那这一天呢，我在这里啊，哦，我是啊，可要知道。这样的话是因为我的师父印顺导师啊，今天当我在早会刚刚下来，就接到了通知啊，医院通知导师在等待着我哦，所以呢我就一听呢，赶快喷到了医院里去。当我呢一路跑得快呀，到了这个加护病房里去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那里等。等我走到床边的时候呢，一站啊，才站定而已，我就赶快弯下腰来，跟着导师啊，我的师父。我跟他说：“师父，我来了。师父，你放心啊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我会依教奉行。你放心了。”到了最后的追思啊，告别式啊，一路呢，心足的这哦。佛教界的人士，还有像市长啊，还有呢，哇，很帮忙哦。那要送到了塞头山去火化的时候，一路呢，这绿灯啊，畅通无阻啊。后来我就说，哇，师公足有福的呢，安尼车伫咧行，拢无撞着红灯哦，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市长有不断的跟沿途的哈警察都有警察那在控制了，那一切的一切都是非常的感恩，也是感动。所以呢，在新竹有一条是应顺桥。还有呢，一条慈济路，哦，这都是呢纪念着师公来到台湾，为了佛法呢在说法，而且呢培养生财，这都是呢我们人间之宝啊。人间佛法，佛法在人间呐，这实在是非常感恩的。我们该饮水思源，那就是历史的今天，6月4号。那我师到了这一天呐，他终是101岁。真的也是很长寿了哈，那就是带来了人间的福慧啊。
为佛教为众生导师的六个字给上人无比的力量，也是所有慈济人投入慈济宗门之后力行不坠重罪最重要的使命。然而在这条道路上，其实很需要的是所有的菩萨身影力行不坠的投入，就像是现在在慈济大学正在举行的模拟手术一样。每年呢，我们有3次的模拟手术，无非就是要培育良医的典范。而这些大体的老师我们也称为无语老师，在这一届总共有8位老师能够舍身的来让孩子们学习，而其中有一位严心法老师，他呢是一位生前就是一位投入国家军容里一位让人非常敬佩的前辈，而最后他的生命也投注出来在慈济的道路之上奉献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就先透过以下的报道来看看严心法老师的故事。这支木箱跟着严心法老师从大陆来到台湾，最珍贵的他全都放在里头。啊，这些是他所有的捐款，他的收据每一张都留下来。严心法完整的保留每一张收据，不是在意捐出多少，而是开心能够有机会付出。20多年下来也有上100万元，在70岁大寿的那一天，更是签下了大体捐赠同意书。我当初是有犹豫了一下。是因为他有坚持嘛，而且他觉得说这个是可以帮助医学院的人去做进一步研究。从大陆来到台湾，严心法的心总是像浮萍一样，即使结了婚也因为脾气太直和家人有距离，直到认识慈济学会了柔软，在75岁时受赠慈诚，大家都爱叫他老爹，是嘉义联络处人人都敬重也最佩服的长者。关头关情过后了哦，那像老管家的安尼啦吼，啊，我就像安尼讲咧，因为伊叫我10多岁啊，我应该是爱较关心伊啊，连到伊拢关心我。翻开严心法生前做的笔记，写满了他在慈济体悟到的人生智慧。尽管到人生的最后，因直肠癌卧病在床，他还是坚持要看大爱台。这一定要看大爱台啊！什么？他说，所有节目只有大爱台可以看。是一个军人，那他有他的一些刚直的个性，不过相对来讲，从慈济这一面，他表现了他温柔的一面。虽然往生，我觉得也算是发挥他的大爱。儿子虽然不懂父亲在生前做了多少慈济事，但永远忘不了把父亲大体送到慈济大学时心中的感动。大体到慈济大学的时候，我那感受特别深。他说啊，那个我对大体要敬拜嘛，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就爸爸很厉害。年轻时，严心法老师以强健的身躯保家卫国，您老师更把身体奉献出来，化无用为大用，儿子以他为傲，更是大家心中的真英雄。透过了每一位大体老师的捐赠，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人生啊，没有所有权，只有使用权。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上也赞叹每一位老师，其实就是化无用为大用的智慧人生。我们就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。希望人人呐、有用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握时间。那这个身体呢，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到了一气不来的时候，全身呢坏死掉了，那就是观身不净啊，里面呢都开始呢坏呀、那几个钟头以后呢，就会有味道了啦。这么不干净的身体，我们为什么不把握着？还是呢，可以用化无用为有大用，所以就开始在推动哈、那提倡的捐大体呀、在你可以用的时候，要行菩萨道；当你呢不能用的时候，赶快为生命呢化为大用的生命，让医学生啊要成为大医王的过程呢，让他们去探讨生命的奥秘啊。我们刚刚看到了85岁的
严基士呢，就已经85岁，退伍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呢投入环保啊，同时75岁才开始修行，啊，85岁呢他往生啊，他一直呢一个心愿就是回归大学来，还有75岁呢，屏东的威王啊，他是老师啊，到有30几年啊，退休呢，他都是呢走入慈济，也有教联会啊，人生呢很踏实哦，一直到了他在病重的时候呢，虽然有的时候啊，这个脑力也退化了，他每一次清醒一点，就会跟孩子们说要送回华联啊，与。一生为师的累世都是老师傅，所以他还是要回到师傅的身边，所以他的儿女呢都很孝顺，也送他回来。这一次呢，也是在8位呢这无疑老师里面的行列，也有龙董啊，也有会员啊等等呢，这每一位无疑老师呢，他们都已经去了再回来，也在度化人间的菩萨们，我真的非常的感恩，假如没有这么多人的用心用爱的付出啦，那无所求的这样的付出，哪有今天的慈济呢？所以啊，感恩的事情说不完呐。那但愿我们呢，所有的医学生呢，都能珍惜哈。那因为慈济呢，带动了台湾呢这样捐器官或者是捐大体的。这样的观念也已经打开，所以呢也很安慰了，那感恩呐。这一次听说也有外国来的，也有中国来的，那真的也是感恩我们的大学呢能这样的完了进行啊。人在世的时候啊，会注意自己吃的是不是健康，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有体力，能够做更多利益人生的事。但是人往生之后呢，又要如何面对？上人说啊，常常中国人觉得入土为安，可是呢，当我们的身体到了泥土里，透过这种重拾啊，还有这种啃服的过程里，其实无非是浪费了一具原本可以造福医生培育良医的机会。上人希望我们用大智慧来面对人生，生命有的时候呼吸之间就是要利益人群，而一旦即使生命消失了，我们也能够再培育良医。而在所有的这些大体老师的身上，我们就看到这份化无用为大用的力量。每一位大体老师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智慧走完短短的人生，但是却把这份力量延续在每一位良医的身上。爱有多大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良医的身上，透过他们的每一刀每一剪的过程里，都是点亮了一份爱的希望。今天慈济新闻深度报道就到此结束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再会。